这一周我们是休息两天，今天下午学生就应该回家了，然后假期里面不是怕他们没有事情做吗，准备给他们再印一张卷子。其实本来今天下午我还想着可能再上一节课呢，因为语文老师有事情然后需要我帮忙上一节课，但是他需要我下一周把这一节课再还给他，但是下一周的话我是不想还的，因为我正课只有三节课，所以说我不想还给他课，我就说正好与他的课是相冲的。唉，没想到最后他不让我上了这节课。卷子已经印好了，一会儿下课的时候我发给学生。今天下午我也没有课了，所以说我就可以提前回家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刘老师。啊，我现在已经到家了。我到家之后，然后就躺床上睡着了。现在已经是六点了，我睡了将近有三个小时吧。今天正好我回来的也巧，今天是嫂子生日，然后回来之后就在街上给她订了一个蛋糕，现在六点了，应该可以去取蛋糕了。现在去取蛋糕，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去。哎，梦琪放学回来了。啊？在吃饭。好。今妈生日，连妈妈煮的虾、牛肉，还有可乐鸡翅，啊，奶奶煮的可乐鸡翅。你上一次那妈妈都是奶奶煮的可乐鸡翅可好吃，我还给你妈妈订了个蛋糕，给检查了，赶紧去吧，好不好？你要写作业了，哎，这是啥呀？玩具。那我跟那妹妹俺俩去吧。赶紧下楼梯。好，就咱俩去给那妈妈去取蛋糕去吧，好不好？你又买了个玩具蛋糕，是不是交学费需要送嘞？我就知道。啊，把玩具搁进来，走，咱一块儿去取蛋糕。你搁这歇啥呀？这里面都是吃的，你上其他地方歇去。好了，笨蛋，走，走，哥哥走吧，俺去了啊。俺不是周日上课了吗？周日上的是这周六的课，所以这周六就不用上课了嘛，我就回来了。嫂子煎的牛排要尝尝味道如何，为了方便吃先切成小块，有口福了，味道特别好，买的生牛肉自己腌制，在电瓶档里整的，